近日杨幂来长沙录制节目，现场彩排照片曝光，一身黑衣酷劲十足，妆容也极美。但有网友发现，从杨幂侧颜可以看到下巴好奇怪，忽长忽短。杨幂一直深陷整容传闻，不过人家都是极力否认的，只说为了拍戏拔了牙齿瘦脸。从之前的五方脸到现在的锥子脸，杨幂今昔对比照颜值真的飙升不少，从前青涩的模样到如今还是一副少女容貌，越活越年轻了。而杨幂也喜欢晒各种自拍照，下巴变尖了好多。再看这张最左边的照片，那个时候杨幂的脸型完全是方的，难道是发型的缘故？即便是拔牙瘦脸，变化也不会这么大啊。已经当妈的杨幂现在完全一副少女模样，比以前漂亮了好多倍啊。